我知道你烦我，我看见你也犯怵。反正现在任老也看不见了，要不你回去照顾孩子，我做我的生意，咱们互不干涉。当然，我会替你保守秘密，怎么样？不行，我答应任老保护你，我就一定会言而有信。固执，这光天化日，我一个大男人能有什么危险啊？到了。不如这样，这点钱你拿着，买点胭脂水粉。女人嘛，就应该涂涂抹抹。我觉得你打扮一下，胜过那个当红歌星月桃花。你当我是什么人啊？再说，我觉得我这样挺好的。哎，你可别误会啊，你这样是挺好。我觉得你能变得更美。你拿着吧。我又不是唐僧，哪有那么多妖怪吃我？拜托你不要跟着我好吗？我听任老的话，保护你是我的职责。哎，小朋友，过来过来过来，哎，真可爱真可爱。哎哎，想不想吃糖啊？想。哎，拿着拿着，跟叔叔玩捉迷藏，看到后面那个阿姨了没有？过去把她的腿抱住，牢牢的抱住，等叔叔藏起来以后你们再放开她，好不好？好好，快去快去快去。拜拜。小丽，这位就是我女儿楚楚的男朋友沈丽，上次未经大卖啊，完全是他的创意和策略。二位老板好。好，年轻有为啊，跟楚楚很相配，郎才女貌，珠联璧合呀。谢谢赵哥。楚楚既然觅得佳婿，你的生意将来可谓后继有人呐。沈丽毕竟年轻，虽然做生意有几分天资，但是还要仰仗二位在生意场上多多照顾啊。那是肯定的。放心吧，你的女婿我们说不定还要托他的福呢。对了，你最近在哪里发财啊？我现在主要是帮家父打理祖传的药铺，另外再帮伯父跑跑腿。我一心想做一些事情，但目前的世道实在不知道从哪里下手，还望指点。是啊，现在各行各业可以说都不景气。嗯，不过嘛，只要你有想法，生意也是信手拈来。还望李老板指点迷津。指点倒谈不上，不过你要懂得观察，知道重庆那些名流需要什么，他最爱什么。他们眼里无非就四个字：攀比斗富。您真的要做十全大补酒啊？当然了。我想通了，于叔，你看看重庆官场还有商场那些达官贵人，哪个不是吃喝嫖赌五毒俱全？他们的身子早就掏空了，现在最需要什么？当然是补药。咱们沈家这十全大补酒，正好投他们所好，一定会大卖。我呢，准备大量的生产，我要让重庆所有的官商都知道沈家的十全大补酒最补身。可是少爷，这沈家的独门秘方啊，你这么大规模的生产能卖多少钱？老爷每年才只做几瓶，可价钱却不低。于叔，现在沈家药铺我说了算，以前咱每天做几瓶，卖的价钱再高能赚几个人的钱？这老思想必须改一改。就万无一失了吗？哦，生意还能这么做啊？当然了，时代不同了。来来来来来，
今天有件事情求二位帮忙。这要看帮什么忙，还要看你的诚意了。我就知道小旭，我没说错吧？他能请我们出来吃饭，肯定没什么好事。哎，是这样，我工厂的执照还没有办下来，货物又堆在仓库里面，如果办正常手续需要1到2个月，这样我的损失就太大了，所以我请二位帮帮忙，能不能把这个手续简化一下？这个小小的问题，舒恒，你应该可以解决吧？看诚意了。小旭，想吃什么随便点，我买单。请问有什么吩咐？我要点你们这儿最贵的，各上2份。好的，请稍等。小旭，2份你们吃得了吗？是不是有点儿？吃不了我带走啊。谁让你和楚楚谈恋爱瞒着我们？这叫惩罚，惩罚。舒恒，好好教育教育他。我上趟洗手间。他这也太狠了吧。好了好了，沈丽，哎，我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。说吧。我有个朋友刚刚失业了，你这个工厂不是刚开吗？看你那儿需不需要请人。就这点事儿包我身上了。真的？找个时间带他过来，我来安排。哎，谢谢你啊。于叔。哎，少爷，闻到这个香味了吧？嗯，那是，挺香的。这就是香水啊？我们还没这个。当然了，这就是立身之本，这是大洋，这是黄金，这是我们沈家药铺以后重振旗鼓的宝贝。哎呦，这香味有点冲，这能行吗？于叔，我这香水可不是针对您这样的客户生产的，那些阔太太、富小姐喜欢着呢，一定可以。少爷，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呢，咱们以前是做药的，现在做这个，总感觉心里没底啊。要不咱们找个人试试？试试？嗯，找谁试呢？哟，不是很忙吗？终于有时间了。哎呦，赵大小姐，我工厂刚刚起步，事情真的很多，我整个心早就飞你这儿了，满眼都是你。得了吧，我还以为我就是一摆设呢。怎么会？油嘴滑舌。哎，等会儿。嗯。你身上怎么会有香水味？是不是背着我偷腥去了你？怎么敢？真有点。我看你怎么解释，刚跟我好几天你就偷情。哎，那你猜猜用这个香水的女人是什么样的人？狐狸精，一闻就知道，烟花女子用的劣质香水，专门勾引那些没品味又好色的男人。不会吧？特别差。哎呦，这可是我工厂生产的第一批香水，本来想把它送给你当做礼物，既然它这么劣质，我还是把它扔了。哎，既然是送给我的，干嘛要把它扔了呀？怎么样，你说那些阔太太会不会喜欢这个香水嘛？应该是用玉兰花香精调成的，香味清雅脱俗，很有层次，它的味道又特别持久，一定会很受欢迎的。看不出来你的香水还挺有研究。再怎么说我也是一个女儿家，这能不懂？女人呢，对香味特别特别敏感，我在国外呢也研究过香水，也称得上是半个专家。来来来，跟我讲讲。来，明秋。哦，哎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没事，我也刚到一会儿。坐。张专员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哦，是这样的，我给你介绍工作的事情有着落了，你待会儿就可以去建工。哦，太麻烦你了。不麻烦，工厂的老板沈丽是我多年的好朋友，你去找他，说我介绍的就行。沈丽？你认识他？我好像在哪儿看见过这个名字。可能是报纸上吧。
他呀，过去是个花花公子，现在修身养性，做起实业来了。哦，那他知道我是谁吗？哦，不知道，我也没跟他说你叫什么名字。不过你放心，工作的事情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嗯，好吧，我给你添麻烦了。不客气。这个要多装一点。哎，是老板。大家仔细一点，分量宁多勿少。哎，好，知道了。姑娘，你在这儿等一下啊。少爷，少爷，有人找你。沈老板，你好，我是来建功的。你说什么？你来建功的？嗯，是张专员介绍我来的。这个是我的介绍信。不是，你就是张书恒说的那个朋友啊？嗯，张专员说你答应他收留我。我什么时候上班啊？哎呦，敏秋啊，你可真厉害，你连张书恒都……啊，哎，不过你来的不巧，我们工厂的工人刚好招满了，这个是吧，玉叔？所以呢？越远越好。谢谢你，沈老板。啊？这样吧，姑娘。来来来，当保镖真委屈他了，真应该去明星公司演戏。走。哎，走，又闲不住了。放长假也不好好在家休息。陈主任，这档案室怎么上锁了？啊，这是主任的新指令，没有他的同意和我的签字，任何人不能进入档案室调动档案。这什么破命令？这以后多不方便啊！新规矩嘛，要想进去调用档案，必须得得到主任的同意。至于我的签字，也不过是走个过程而已。主任，我想重新调查一下行动的档案，请你批示。书恒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觉得行动的档案还有很多可疑之处，我想继续调查清楚。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，要以大局为重，不要再查来查去。主任，我调查行动的档案主要是针对共产党，不想再碰自己。你说的是真的？真的。书恒啊，我在你身上看到了我当年的影子。我年轻的时候何尝不跟你一样满腔热血？你看看我现在啊，已经被磨得比一块鹅卵石还圆了。委员长器重的是军统和那个姓戴的。你看看我们中统，现在跟个后娘养的一样。所以啊，咱们所有的事情都要小心翼翼，不要再给别人留下小辫子，明白了吗？您放心，书恒查行动的案子就是想得到共产党的消息。凭我的感觉，行动就算不是共党，他也与共党息息相关。主任，如果我们从中获取什么信息的话，您就可以重振中统反共的第一威望。好吧。把这个交给老陈吧。谢主任。记住，对事不对人。放心吧。嗯。谢主任。
运回来，我是负责保护你的，不是运送货物的。你保护我是为什么？不就是保全抗日侨胞救国会，对不对？那么救国会是什么？募集资金，为抗日筹集经费物资，保证前方供给。这两项任务不冲突，甚至更重要。你也知道，胡家寨山高路远，盗匪出没，一路上危险重重，万一我出了事情怎么办？我不是说我有多重要啊，关键我现在走不开。我有几笔很重要的生意要谈，如果谈成了，会给救国会筹集更多的经费。我现在只信任你。我要询问一下任老。来不及了，任老现在又不在，如果任老在，他肯定会支持你去的，相信我。丁敏秋。好吧。你答应了？嗯。啊，敏秋啊，我十分万分的感谢你。我这就去收拾东西。你不是借着收棉花支开我吗？这怎么可能？这么重要的事情，我能开玩笑吗？别多想，注意安全，早去早回，啊！你自己也要小心。哎，放心吧。收上来了吗？有多少货？哎呀，伯父，棉花的事您就别操心了，我已经全卖了。啊，我想您可能会过来，顺便也把支票给您带来了。你都卖了？啊，卖给谁了？一个外省的老板。沈丽啊，这么大的事情，你怎么也不跟我商量一下？这批棉花我还有别的用处，你怎么就能把它卖了呢？要不这样，你呢，跟对方终止合同。我加倍赔偿他们的损失，你看怎么样？伯父，您要棉花怎么不早说呀？这个做生意讲信用，不是赔不赔钱的事情。如果我单方面撕毁合同的话，我沈丽以后在商界怎么立足啊？伯父，您不也常说做生意的人要讲信用吗？要不这样，过两天我再去趟山寨，看能不能再收点棉花，也许还能应接。来不及了，对方要的很紧。这批棉花我要定了，伯父，我很为难，我不能撕毁合同。要不这样吧，你看他们那边能不能妥协一下，分出一些棉花来给我，有多少算多少，我再想别的办法。您放心，我一定尽力让您满意。我发现行动。
除了正常生意上的往来，他好像十分关心陶石的动向。而与他同样做过生意的赵长月也在他的关注范围内。陶石与赵长月的关系盘根错节，异常复杂。这就是你熬了几个通宵发现的线索吗？这能证明什么呢？根据行动的资料显示，赵长月在给日军提供紧缺的战略物资。我查了赵长月的发家史，他从日军侵华时起家，短短的时间内很快他就崭露头角。这背后的大买家很有可能就是侵华的日本人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个赵长月通敌卖国，你有确实的证据吗？现在也仅仅是推断而已。这个赵长月无论是在商界、政界还是军界都有一席之地，不容小觑。我们要查他阻力非常大，我知道这件事你不会轻易放弃，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，如果你没有坐实的证据，那就是引火焚身。还有这些资料要绝对保密，一旦有人发现我们在查赵长玉，我们就麻烦了。老爷，您的酒。你去查一下，看谁家有棉花，不管花多少钱，我都要。去吧。哎，好的。什么事？说吧。嗯。赵长月，我受军部委派，在你身边做下人，目的就是督促你为皇军协调物资。你要明白，这批棉花我们志在必得。有了这批棉花，就可以支援大东亚圣战。如果这次耽误了时机，你将是我们大日本的罪人。哎呀，我想你是搞错了。我跟日本人只是合作关系，你不是我的上司，我也不是间谍，我只是个商人，做生意要赚钱。再说我有权选择把棉花卖给谁。对，我不是你的上级，但是如果没有日本皇军，就没有你赵长月的今天。这点我时刻铭记在心。你们日本物资匮乏，又把战争发展到东南亚和太平洋，你们想跟美国人干到底吗？那物资从哪里来？你们想在中国搜刮物资吗？只能靠我。我是借助了日本人的力量，但是日本人也在利用我的关系。我们彼此依存，所以请你客气一点。赵老板，我认为你还是聪明一点。你们中国人最痛恨的就是汉奸，如果你不听从皇军的指令，我就有办法让你生不如死。比如把你资日通敌的消息放出去，你说你会不会顶上一顶卖国贼的帽子？到时候你所有的家产都会被抄没。哦，还有你的宝贝女儿，他们会叫她卖国贼。你会让她一辈子抬不起头。哎呀，沈丽已经把合同签了，棉花已经卖出去了，这你也听到了。买是买不到了，但是可以抢。嗯，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。嘿呦喂，嘿呦喂。李万，啊，你哼的是什么歌啊？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过啊？这是我老家的山歌，是我爷爷教我的。只可惜
他再也听不见了。你爷爷虽然走了，但还有我和少云陪着你吗？嗯。你看这里的风景多美啊，没有一点点战火的痕迹。姐，你说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安静的生活啊？快了，等赶跑了小鬼子，咱们中国人就能过上安生的日子。寨主你好啊！你好，你好，欢迎啊！沈老板有事不能来了，让我带他来取棉花，并代他问候你。哎呀，代我谢谢他。沈丽和沈太太来不了，太遗憾。棉花都给你们备齐了，都在广场上。好，谢谢谢谢啊！这是余款，您数数。不用看了，沈老板的人品，我完全相信。先到寨子里休息一夜，明早再上路吧。好，有劳寨主了。好，里面请。好，李万，少云下来吧。长官，请问发生什么事了？车上运的什么？是山城商行的纺织原料。稽查大队的，奉命巡查过往的商贩有没有私家违禁物品。我们都是很老实的商人，不会做违法的事情。老实不老实，查一下不就知道了。是。队长，是棉花。根据法令，暂时运送棉花属于违法，我要没收。我们有政府批文，上面写着允许我们买卖棉花。我说没收就没收，把棉花收了。长官，你们这样做我没法向老板交代啊。交代不了是吧？刚刚好。Thank you.
事吧？怎么样，有没有受伤啊？幸亏寨主来得及时，否则我没有这么幸运。哎呀，你的胆子可太大了，竟敢面对那么多拿枪的恶人。有寨主撑腰，我还怕什么呀？如果路上遇到什么危险的话，希望寨主出手相助。沈丽是我的朋友，他的人在我的地盘上出了事儿，我这寨主不是白当了吗？好了，我们继续赶路吧。好，走，文山寨。老人家，还得麻烦你把他们俩先送回去。没事儿，反正顺路嘛。谢谢。李万，你先带尚云回家，不要到处乱跑，等我回来知道吗？姐，你放心吧。嗯，尚云听话，知不知道？来了，这么快？哦，可回来了。老谭，一切都顺利吧？放心吧，老人，棉花已经运送出去了，这个时候已经在送往前线的路上了。你们做得很好，前线的将士有了这些基本保障，那可是打胜仗的基础啊！敏秋，沈丽，这次你们俩配合的天衣无缝，我要去上级领导那儿，我一定要给你们两个记上一功。我可没做什么事，我不过是筹了点钱，出了个主意，倒是委屈了丁女侠。屈尊当苦力押运，他才是真正的功臣。功臣不敢当，但这批棉花差点就被劫走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我运送的途中碰到了一群自称是稽查大队的人。这很正常，稽查大队的人是关卡检查，我们有批文，应该没事的。恰恰相反，他们直接动手抢我们的棉花。我发现其中有一个人行为举止都像日本人，我怀疑有日本人潜伏在重庆。幸好我早就发现我们被跟踪了，早就跟胡寨主打了招呼，这批棉花才得以保住。任老，难道真有日本人潜伏在重庆？空袭珍珠港以后，太平洋战争爆发，美国人公开宣战，日本人的战线越拉越长，他们国内的战略物资非常吃紧，派了几个日本特务来重庆搜集战略物资，也不足为奇吧。那我们以后的行动还得加倍小心。沈丽，你要多留心，时刻提防着这些潜伏的日本特务。对方终止合同，我加倍赔偿他们的损失，你看怎么样？怎么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。我在想，谁最有可能是潜伏的日本特务？这批物资很快被运往前线，一种兴奋与满足感始终伴随着我，但我也意识到局势越来越复杂，赵长岳背后的势力越加猖獗，这股力量可能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。你们办事也太不妥当了。沈丽身边藏龙卧虎，这个人可不是个简单的商人。对了，他们认出你们了吗？你们蒙面了吗？没打算留活口。重庆是中国的大后方，不是你们的日战区。对了，最近让你那帮人老实待着，千万不要有什么行动，不要让
别人察觉，否则我们谁都不好过。谁呀？老爷，沈先生来了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是。伯父。哎。这是这笔棉花生意的分红，请您收下。哎呀，这么快就办妥了，厉害！年轻人办事就是效率高啊。伯父您过奖了。哎，实在抱歉，我没法帮您搞定您要的那批棉花。棉花又不是云彩，我随便到哪儿不弄它几车呀？是是是。不过我不明白您到底为什么会出这么大的价钱，甚至不惜血本要将这批棉花再买回来。就当是个商业秘密吧，我可不能随便的透露给你啊。万一你抢了我的客户，我怎么办呢？啊！我这点小心眼还是逃不过您的法。这两天忙没来看你，想不想我啊？啊？你说呢？谁说我想你？你一定做梦去了，只知道赚钱，满脑子都是钱，哪有我的位置啊？讨厌！就算我满脑子都是钱，那钱上印的都是你啊！啊？讨厌！楚楚，嗯，说真的，我越做生意越觉得不容易，这生意越大，我就。越佩服伯父，我很好奇伯父当初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这个位置，成为一个大富豪。其实我小时候家境并不好，嗯，那时候爸爸做点小本生意，整天挑个扁担，前面做主，后面装着一些针头线脑的小玩意儿。后来爸爸开了一家工厂，但是没过多久工厂就倒闭了。那伯父是怎么又翻身的呢？嗯，我当时还小不清楚啊。后来爸爸的生意就越做越大。就这么简单？嗯。那伯父到底是做什么生意起家的？你怎么净问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啊？因为我中学的时候就出国留学了，后来我就不清楚了。沈烈，干什么呢？我告诉你啊，我爸爸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如果你敢欺负我，他绝对饶不了你。我哪敢欺负你，受欺凌的人是我呀。嗯，再说我怎么会欺负你？是吗？这还差不多。不会找我吧？我，啊，明白了，都拿去啊！故事还没开始，
怎么就走到了最后？你我相遇从未停留，便擦肩而过，各自走。这样的缘分无药可救，不知何时才能拥有。时间不经意。